今天是我们来到垦丁的第一天，我们坐了一上午的车，坐到屁股都快裂开了。终于我们来到了第一站，别有洞天。嘿，丢啊，这边风真的超大的，刘海整个被吹没了。只能说这里好山好水好无聊，而且这边的餐真的卖得超贵，不推不推，真不推。好啦，但这边的海是真的很美啦，只不过你的钱包真的会空空空。今天的风真的是太大了，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在讨论，我们换了三次的座位才换到了你喜欢的位置。招牌动作，阿公跟他的四仙女们。接下来我们开了非常久的车，结果到了地点才发现那个桥断掉了，上不去。呵呵，你的一眼上不去了。因为真的太热了，所以在百般无奈下，我们直接回到了今晚要住的民宿。注意看，这女人太好，她是卖的自己的花手间，立刻获得全。真是太饱了，我吃好饱，超级好吃，吃很饱，我吃很饱，很好吃。Oh yeah， 空空空，空空空，不要，你别走，回来，又来了，好好吃。
you describe your heart better than I do my heart. You're my igniting spark.